手麻了，手麻了、啊、来吧兄弟，还得继续啊，没出无级别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解脱解脱吧，无级别送你了，后面的兄弟不要了，你来拿走。一天的双蓝字值140罗汉，今天鉴定了这么多钱，终于有一个能值他妈两个 W 以上的了啊，接近三个 W 的140逆天的啊双蓝字之罗汉金钟，老板再拿1000低保，也恭喜我们啊皮卡丘老板，也就是刚才65亿资源在刷火箭和超火的老板啊，这是今天也是唯一一个逆袭的老板啊，15亿资源回本再赚个10亿没啥问题啊，好了再拿个1000的低保啊，感谢真实姓名啊，老板出逆天的双蓝字加罗汉，结果连成就都不谈的吗啊，好，白板白板白板啊，这波的话精神压力终于开始有点缓解了，再出简易提敏双击246，再拿300的红包啊，这个号开始有状态了，兄弟们，先是一个586极限伤害，拿走800低保，简易拿走300，再出罗汉金钟，兄弟们